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, 我是 Stan. 男团 ASTRO 成员문빈离开我们了。今天根据媒体表示，4月19号下午8点10分左右，经纪人在文彬的家发现倒地的他后报了警，最后马上被移送到了医院。目前警方推测文彬是自己结束了生命，并表示切确的原因还在调查中。因为文彬正以 ASTRO 的小分队文彬灿烂活动中，而且也已经公开过4月27号 Dream Concert、4月30号台湾的见面会等行程，所以这个消息真的是让粉丝们网友们都不敢相信。而文彬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则贴文更是让所有人都流泪了。罗哈，这是蒲公英的种子，蒲公英的种子随着风飘散到远处吧，告诉我真爱的人们春天已经到了，轻轻的痒痒的告诉他们。真的很心疼，非常心疼，对于文彬的家人朋友们以及粉丝们表示深深的哀悼，真心希望不要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了。